一搭香不净，今天说一说韩红。韩红是个慈善家，投身慈善人人夸。如果哪里有灾情，哪里就会有韩红。为了慈善操碎心，直到现在没结婚。闲言少叙归正传，河南灾情又出现，千年不遇大暴雨，到处泽国和千里。灾情就算是命令，全国上下齐行动，全国上下齐动员，全民支持大河南。全国上下齐行动，韩红马上也响应，除了捐物和捐钱，亲自带队赴河南，带领救援小分队千里河南来相会，救助河南的灾民。韩红真是大好人。韩红河南献爱心，有人感觉不开心，吐槽韩红蹭热度，为了能引发关注，这是对韩红污蔑，谎言难掩盖一切。韩红做出的贡献，河南老乡看得见。确实有些个别人网上直播装好人，只想水和方便面，对着镜头到处炫。这些直播的网红其实就是寄生虫，虚假就在蹭热度，引发网友的关注。网红直播太可怕，灾区已经撑不下，专业救援也受阻，灾区百姓更辛苦，救援道路被阻断，危险更容易出现。呼吁个别的网红千万别做寄生虫。韩红做得非常棒，他和网红不一样，韩红经常做慈善，哪有灾情都出现。曾经驰援大武汉，累得瘦了2斤半，这么优秀慈善家，不该诋毁应该夸。韩红带领救援队，专业工具都配备，都是专业的队员，拥有丰富的经验。专业人员到现场，救援工作有影响，救援工作会加快。为啥还把韩红怪？如果真要怪韩红，不如去怪寄生虫。为了流量去跟拍，手机被韩红打歪。一身正气的韩红，为人爱憎和分明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任何顾虑都没有。救灾依然在进行，不要再诬陷韩红。有人敢把韩红整，全国网友来力挺。如果小鬼再难缠，全国网友都支援。无耻小人靠边站，我为韩红来点赞，那个来点赞。作为榜样，拜拜和出轨，沉郁反宣，不退娱乐圈，同心工作是员工，集体辞职，光心翻红，啥都在对。闹乌龙的萨拉评委会，翻页作品特务出错，明知为何笑而藏，微博互撕，网友们大呼狗血，谢谢谢谢。